中饭吃完了，把肠剪一下，依然没有吃主食。上午又开始暴走了，太阳比较大，暴走效果应该好。昨天不是看了摩托车驾校吗？有些问题。今天呢，我想看看摩托车，看看这些摩托车能不能够起我要报考的决心。现在我们边暴走边去看摩托车。我这个附近呢，听说开了一个摩托车大市场，阳光下走路啊，还挺刺眼的呢。应该到了。哟，这里还有一部房车，拖挂房车也有好处。看到了摩托车，1902年的品牌，对吧？付款的是1920年的品牌，然后到后面就是二战之后的，二战之后再到日本的四大家，完了之后到关阳、山阳，最后1928年到保定。那么这个过程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前呢就又做了一块关于说摩托车从历史到未来，从1885年开始一直到1992年，保定上世界上有名的品牌，就把这个都供在这个墙上。1885年正式发明这个东西。也没有发，但是恰巧的是，所有的摩托车的品牌只有奔驰现在还自己不做摩托车。但是现在，除了奔驰之外，你看，就2001年的标志，2001年的 GTI， 2002年的凯旋、沃顿、戴维森，就是摩托古兹、宝马、KTM、奥姆斯塔、杜卡迪、比亚乔、本田、苏苏比、雅马哈、卡拉萨克、阿普利亚、三洋、关洋。关洋是1992年跟豪爵1年创立的品牌。但是呢1972年就是本田的技研所，然后1992年发好。我们认为摩托车的历史就这么一段，就这么多品牌进入不了这个的，其实都是非主流了。这个是我们第一点，必须要讲。会有研发和就是全要素跑道的，就是试车场的研发中心。啊，唯一能够跟他比的是日本的本田 Honda， 在本部啊1980年有建一家，那已经其实设施很陈旧了。所以你看，大家所有买到的豪爵车，从过去的498到今天的 TR300， 有谁碰到过说啊成批有质量问题是不可能的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脚踏，这个脚踏板和这个刹车踏板，最初的设定是钢件，董事长就决定把它改成锻铝。这个是原装进口来自日本的奇遇，目前国内做不到。最后想的，这个设计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跑道。对，在中国唯一有试车场的只有豪爵。